他们两个非常的活泼，对，一个呢会带着大家念英文，一个会带着大家唱唱跳跳，健身，他俗称是健身界的 Michael Jackson， 哇，来到我们现场啊。 我先介绍你那边的朋友好。我这边是英文很好的 CC 老师。大家好。吴依依老师再回来。CC，欢迎我们小丽。因为我们小丽。哇。CC老师，我每次看到CC老师，我都觉得他好有活力哦。接下来，这位舞蹈界的 Michael Jackson 是，告诉你什么叫做活力。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舞蹈界的 Michael Jackson 潘若迪。一二三，小朋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给我真心换奖金，二二三四五六七，给我真心换奖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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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没有，是不是？看，很厉害。 老师今天呢会带来最新的舞蹈动作，教我们除了今天来玩游戏之外呢，我们四肢也要站起来动一动。而且呢，我们 CC 老师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亲子英文。哇，太好了！今天呢，看完我们的节目呢，不管可以那个获得很多知识之外呢，又可以让身体很健康。是的，是不是？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一气呵成，游戏规则说明：限时60秒。 那个比赛的关卡非常精彩，但是对他来说难度比较没那么高，是不是？对。而且听说他稳定度非常好，俗称过关磨人，太可怕了！哦，好幸运跟他同一组。你说他会教你很多？对，要不是他教我一些诀窍，有没有一些妹高，我吹老半天我都一个都倒不下来。对，他一指点以后，哇，啪啪啪，好，就开窍了。对，我觉得就是方法。刚刚我们的军翔教了你什么？在这一关，比如说这个有一个那个力学物理学，他会告诉我那个气要怎么放，然后对哪一个点你才比较容易让他倒。你看多有道理，不然我可能是这边吹吹吹，然后就闷喷。哎，那老半天才一个，我根本没有倒。也是，还问呢。 西西老师来，我告诉你，哇，这样吓一跳，就是要弹无虚发，没有，这时候我就是学生了，有闻到有先后嘛，每个人有专长，他一教我，后来我就 OK 了。那军翔，这个是谁教你的？那么厉害？对呀，谁？哦，自己会的哦，自己研发、自练习的，无师自通。来，请就预备位置，希望你们可以拿下今天的第一分，好吗？好，准备好了没？好了。Good，请倒数。 4 3 2 1，徐翔先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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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不是9个哎！恭喜希君老师获得一分，1-0，攻守交换，潘老师，运动魔人潘若迪老师来到现场了。我今天好不高兴，怎么说？这种球，譬如说这种气球哈，是气球，平常它可以做什么运动呢？做什么？小朋友，当你拿着气球的时候，可以跟着潘老师一起左右边拉一下，左右边拉一下，侧边拉一下，左右边拉一下。哎，你们发现你的手背开始在运作了，有没有？哦，这个时候你的蝴蝶袖就没有了。哦。
对不对？哪有还有啊？对，还有吗？还是有，还很大。哦，那是因为大蝴蝶没有办法啦，可以改变让它变成小蝴蝶。你那算凤蝶。凤蝶。凤蝶，你太大只了吧？已经变鹅了，凤蝶。我说真的，跟潘老师相处有没有？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有活力，对，人生变得非常的正面。对，你知道吗？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平常也是一直在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真的，不停的。小朋友加油啊！那么讨人厌，吃饭还在做仰卧起坐，我们讨人厌，你不能这样讲。不是，我们随时都要保持健康。你看我们小朋友，你看对不对？我这时候吃了很多，对不对？开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跟着老师动一动啊！你看，你看我们动过之后，你看现在多好。请就预备位置，就预备位置啦，预备位置，再来预备，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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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这边，把主持人搞疯，好紧张，准备好了没？好了，加油了，潘老师，哎，真的选错队，加油了，哎，不要讲，对，好，好，准备了，请倒数，四、三、二、一，好，潘老师先吹，平常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的，是的，潘老师，哎，可是他气还蛮长的，走到哪里欢乐就到哪里，潘老师可以不要把他吹破，把他吹破时间。强归强，我说真的，人家有买票进来的，你也给人家玩一下嘛。哎，你只给人家玩两个，不是我，我们刚才就讲好，他只能玩两个而已。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前面他玩不了，因为他的气没有那么长，他气没有那么长，对不对？哎呀，真的，好不好？潘老师，我想挑战一下，你可不可以20个？拜托。不是，哎，我跟你讲啊，等一下，好。各位小朋友，其实现在这个在捡杯子的动作呢，它就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屁股跟大腿哦。好，所以我们请我们钟阿姨多做一下，好不好？钟阿姨，好了，麻烦你再捡一次，钟阿姨，麻烦再捡一次，好不好？钟阿姨，好累啊！跟潘老师要在一起哈，就是走到哪里欢乐就在哪里。好，欢喜欢乐。我们接下来这段呢，如果你可以一下20个全部过关的话，我说真的，我个人给你2000块。好，然后。然后我跟你讲，这段影片我们会放在 YouTube 上面 ，YouTube 好不好？当做我们的示范带。哎呦，就是我们的长青组的示范带。一定要播长青组吗？那我们叫长青组，气胸组的示范带，好不好？加油！长春组，准备好了，十个，好了，我准备好了，加油！预备，请倒数，四、三、二、一。加油！哇塞，超强的你！20个，加油！你根本气胸是个传说嘛，你根本没有气胸，你太强了吧！哇塞，好棒球！哇塞哇塞，快过了快过了快过了！好恐怖，我很怕气球。好怕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游戏规则说明：限时60秒，两人共同合作，一人用嘴咬住冰棒棍一端，另一人将骰子和象棋交叉叠立在冰棒棍的另一端，共重叠4次成一直排，维持3秒不倒就得分。OK， 心仪妈妈是的，还有田琪，这是你的千金，对，是吧？而且心仪妈妈她也是双胞胎来的。耶，那所以你是姐姐还是妹妹？我是姐姐。姐姐，妹妹在哪里？妹妹在这边。心仪，哇，好像哦。所以你是妹妹。对。姐姐，哎，你们的女儿也很像哎。大家都也是。女儿也长得很像，而且发型也好像。你也好像我一个朋友哎。谁啊？叫郭彦甫啊。好了，无聊。我们还是双胞胎啊。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步步高升，平常在家有练习过吗？有。成功几率高吗？
在家的成功几率是 高，可是来这边就不一定，要稳定好。放轻松吗？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步步高升，这个游戏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不是很困难，只是稳定度要好，然后放骰子的时候要轻轻的放。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成功，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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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嘿，对对，慢慢来，慢慢来，慢点，不要急，很好，很好，很好。好，妈妈嘴巴再高一点点。哎嘿，对，好，漂亮。好，你的手不要走，不要走，没关系。加油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他是想要快快快点，再快点，再快点。手不要抖，手不要抖，对，很好，对对对。他还调了一下骰子的位置，哦，妈妈很稳哦，你看，哦，越来越稳了，非常稳。30秒，我跟你讲，妈妈有的也非常稳。女儿这样就对了，你女儿练过科学，基本上就对了。小心一点点，轻一点点哦。加油，加油，同学加油，好，快点快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好，妈妈不要抖。究竟妈妈能否 hold 住这摇摇欲坠的象棋与骰子，而拿下这分呢？可以的，好，妈妈不要抖，妈妈不要抖，对对，好，没有关系，好，再一次，继续往上叠，再一次，再一次，继续，十，上叠，九，八，最后七，快快快，加油，加油，最后了，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要急，对，不要急，不要急，好，时间很可惜，刚刚已经排好了，没有办法数到三，其实。稳定度是到后面越难稳定，是，虽然没有办法获得一分，没关系，攻守交换。云茹，还有佩瑜，云茹很可爱，他说你去说你去上厕所的时候被人家误会是男生跑来女生厕所，是哦，谁这么坏，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最后你怎么跟他说？然后我是女生哦，你就说我是女生呐，我是雷迪，而且听说你很害怕爸爸，为什么呀？因为他会用那个军事教育来那个军事教育，所以每天都要刺枪吗？哎，是这种的军事教育吗？是这种，那是什么都叫你李正战好吗？爸爸是陈伟明吗？会罚站哦。那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拿到这一分哦，好不好？好。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咬冰棒的时候，冰棒就会一直发抖。后来呢，发现冰棒咬在嘴巴的旁边会比较稳。那云奴他也发现了一个小秘诀，就是那个骰子跟象棋的那个字面放在一起会有一些阻力，所以比较容易过，可以过关。所以我们这一关一定可以成功的，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好了没？好。Yes， 非常有事情。请倒数，四、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一路放好吗？摇，加油加油！稳，加油加油！最后数那个三秒
其实不算在我们时间里头的，一切都怪潘老师太吵了。你可以帮你的队友加油就好了，他们你不要帮他们加油。哎，你不能这样讲，你让他们走他们的路，过他们的日子好不好？不能，你不能这样子。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发挥我们大家的那种团队精神。不用，我们不用。不管我们怎么加油，他还不是一样扑啷没有了。没有。虽然没有办法获得一分，对，可是很漂亮。等一下，各位，等一下，你们一定要稳住自己的脚步，不要被外界所干扰，好不好？立刻进行下一个关卡。顶尖对决，游戏规则说明：两位参赛者轮流用帽圆顶起牙刷，运至距离200公分处的牙刷桶里，限时60秒，两人各需完成一次即算过关。哎呦！比赛开始之前，老师要来教我们一些简单的亲子英文。今天他就当爸爸妈妈这边，好，那你当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魔戒》？嗯，《魔戒》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咕噜？哎，对，咕噜他这边的时候是不是很邪恶？嗯，这边的时候是不是胆小发抖？是，对，所以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哦。嗯，很邪恶，由爸爸妈妈来扮演。然后小朋友害怕，最后完了要发抖。好，来，我先哦，好，预备。My precious, my precious。预备，哎，请问一下，请问一下，那个钟同学，钟同学在干什么东西？你没看过吗？潘老师，你我宁可上你的课，真的。你没看假，你要说出来啊！哎，人家老师讲的多认真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宝贝啊，那个咕噜，他是在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角色。但是呢，他反过来，因为他有两个人格嘛。对，反过来的时候害怕。对不起，我有一不认字，很难懂。那就是一边是 my precious 我的宝贝啊，一边就是 go away 走开走开，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妈妈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一次，好，对哦 go my precious。知道蛮好的，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化为那个情境去记那个英文单字。那我们可以进行比赛了吗？可以，可以的。我们这次挑战的是顶尖对决，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哎，我牙刷怎么样都顶不起来哦。幸好君翔哦，他多认真啊，教我一个方式把那个帽子的弧度哦调好了之后，啪，我一下就起来了。这方法很重要，但是你从头到尾要稳稳稳到后面，你看到那个牙刷的洞口的时候呢，你不能急。你要慢，可是你还要准，放下去到最后一刻啊，中了，这样子才是大功告成。快反而会欲速则不达，这个游戏就是教我们一定要稳，稳定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定会赢的，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过关魔人，加油！加油！不要加油！超稳的，超稳的，超稳的！加油！好，加油！范老师，加起来！加油！啊，再加油！啊，再加油！再拍拍手！啊，加油！范老师好忙哦！再加油！看得下去吗？啊，加加油！啊，不要笑！资格就要交出来了，不是 ？OK， 会吓到。基本上呢，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节目是我们的，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要提振士气，我们要硬性规定，你不可以一直这样干扰别人。扣分，虽然没有获得分数，好可惜哦。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获得分数，但是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你看吧，潘老师加油了，加油，攻受交换。现在换美眉出来了，是
的。妹妹的千金叫做芷妍。嗯，芷妍有没有平常有什么兴趣没有？芷妍就是练琴，练琴哦，好有气质。可是听说芷妍对主持也很有兴趣，是不是？你有参加学校的活动，然后你是主持人哦。哦，那你现在可以帮我们主持一段吗？就是请潘老师先离场这样子。这个不用主持，我就直接走就好了。那你帮我主持一段，就是现在我们是超级总动员，然后马上进行这个关卡，你可以吗？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一二三，来。我们现在是超级总动员，现在要来进行这个关卡。他的脸算是非常有人缘的感觉，是人缘的，很亲和，是很亲和。那我只能跟你们说，你们今天过关几率非常大，因为你们跟对人了。因为吵的在你们那一组，所以他不会吵自己。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顶尖对决。那我们在家里练习的结果，觉得就是要慢慢来，不要紧张。我们今天很有信心，你有信心吗？有。希望我们今天一定会成功，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瞄准的牙刷杯，究竟芷妍能否顺利放进去呢？看到没有？这样就对了，慢慢放下来，放，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继续放，继续，再来，加油，再吵啊，再叫啊，加油，加油，拍手，还有二十秒，看到没有？真的跟对人了，恭喜你们获得一分，2-1暂时领先，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百发百中游戏规则说明：桌上设有三种不同尺寸的玻璃杯，从靠近自己的桌上一端弹起乒乓球，使其落入远处的杯中。60秒内，两人轮流将乒乓球分别投进三个杯中，就可得分。准备好了没？好了。加油哦！冷静。请倒数，五、四、三、二、一 ，Go Go Go Go， 加油！再加油！再加油！差一点，加油！慢慢来，有一点难，没有关系。西西老师队换边进攻，谢爸爸，还有我们的浩景。听说浩景会在公开场合大声的唱歌吗？那么开心，哇，太棒！爸爸，你们平常有没有就是说做什么样的习惯？有没有你们两个有没有共同一起做一件事情过？跆拳道，跆拳道，他也是跆拳道高手。我刚没碰他，比较厉害，他是我师兄，但是你师兄，对，他是我师兄。所以在家里你是扮演沙包吗？啊，对，被打。对，哇，那是最棒的亲子互动了，是不是？听说你很厉害，你还参加开幕的表演，什么开幕的表演？就是三月份的那个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哦，在小巨蛋的，以后搞不好是下一代的好莱坞动作巨星，是不是？好，洪金宝接班人，对，别问哈。今天这个百发百中练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有？那投不进而已，都投不进，那就是最大的困难。
现在讲的太有道理了。你，我欣赏你。恭维就喜哉。对，最困难投不进。有没有什么困难投不进而已？投不进。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百发百中。我们在家里因为练习的球不够多，所以呢就是边练习边捡球，顺便减肥，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绝对有把握拿到这一分，加油加油加油！但是在比赛之前呢，我有一个仪式必须要进行。什么仪式？就是封嘴仪式。哦，带你最可怕的嘴巴。最可怕。这老师也太俏皮了吧！好，加油！请就预备位置，加油，好稳哦，不要紧张哦，准备好了没？好了 ，Yes， 还有士气，稳哦，稳哦，可以的，很有精神哦，可以的，请倒数，四，可以的，三，二，一，爸爸先攻，可以，可以，哇塞，那老师也太厉害了，可以，很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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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做的我也做了，嗯，希望你们可以再接再厉了，好不好？是，虽然没有获得一分，目前3-1暂时落后，但是希望待会分数可以扳回来。OK， OK， OK， 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四平八稳，游戏规则说明：限时60秒，参赛者需共同合作，将4个塑胶杯及3张纸片交叉相叠成塔，再将3张纸片分次抽出，让所有杯子顺利叠在一起不倒塌即可得分。算是蛮难的，对不对？嗯，难度蛮强的。练习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与障碍吗？有啊，就是杯子如果叠不好的话，就容易倒。然后在抽的时候，如果抽太慢，也会容易倒。哦，这都是技巧。对。练习的时候有成功过吗？有啊，有。OK， 那今天比赛环境有没有什么要求？希望潘老师可以安静一点点就好。好的，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来，我们把手，我们把手，他会做得到的，好不好？来，请就预备位置。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很有信心。请倒数，四、三、二、一。两个人同心协力哦。潘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都心超级累，我觉得他很累，他录个音真的很累。稳稳的来，没关系哦。旁边有一群人在跳，但是不用理他们，稳稳的来。很棒，抽杯子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哦。要继续跳。我想潘老师已经有点累了，没关系，你们坚持下去。比赛一分钟，我看一下跳多少。没关系，再来一次。还有时间。还有，还可以哦。稳了以后再抽，稳了以后再抽。嗯，可以了。加油加油，还有时间，还有20秒。他已经累了，稳的，稳稳的。趁他现在很累的时候，快把握机会。会倒，会倒。加油。潘老师已经累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哎，很坚持。他力气又来了。9、8、7、6、5、4。说一句实在话，这个真的非常的难。对，但是你说它难，但是也有人成功。嗯，所以它是有它的技巧在里面。是，好不好？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啦。OK， 攻守交换。好，
OK， 我们为了要消耗我们来宾的活动量，所以呢，我们潘老师要来带来一段什么亲子的亲子的有氧舞蹈。哦，也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跟同学都可以一起玩的动作。OK， 那我们请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站起来一起动一动。这个时候跟着一起来啦。好的。OK， 先教你简单的四个动作。太好了。来，你看，我们都会把手这样往上丢，会不会？往上丢。哇，你看丢的好好哦，太棒了，这样就对，这是第一个动作了。好，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二个动作从两边摆动，这样会不会？会哇，屁股一样左右摇哦。对，好，第三个动作一样往两边摆动。屁股也是左右摇吗？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没有。好，第四个动作我要你大声的说，一二三四，超级总动员。我说一二三四，超级总动员。再一次，一二三四，超级总动员。那大声一点，超级总动员。很好，那我们刚才把四个动作连在一起，好的，连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好的。好，大家跟着我拍拍手。耶。好，热闹一下。拍拍手哦，来一二三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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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的说，一二三四，超级总动员，拍拍手。哇，有没有很开心？而且其实有热热的感觉，这样就热了，对不对？我感觉来了你就停了，真的吗？你感，哎，你要感觉 feel 来了你就停了，没关系，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后面先跳，没关系，没关系，不勉强，这样也可以了。刚才我们那个小同学是好厉害，真的，没有一个动作跟我一样，好开心，谢谢老师，加油！今天我们要挑战什么呢？我们要挑战什么呢？四平八稳。经过我们两个刚才的配合之后，我跟你说，真的是四平八稳，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有信心？有没有？有有，你要把话讲出来，大声说，有没有？有。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的新游戏四平八稳，究竟自信满满的潘若迪能否成为第一个过关的高手呢？关卡还有的，还有，好，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弹指神功游戏规则说明：参赛者需共同合作，其中一人要将一枚10元硬币弹出，第一人必须以一根手指让旋转的铜板直立停住，60秒内成功一次就可得分。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啊，加油！紫妍打人，怎么按？哎，加油！安好要帮助一下，哇！第二次就成功了，恭喜贺美芬！哎，我们今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才花了7秒钟的时间，天哪！才花了7秒钟的时间，恭喜你们获得一分！攻守交换，准备好了没？好了。好有士气哦，很有力哦，很有力，有在运动，真的有差。嗯，请倒数，四、三、二、一。爸爸弹，加油！加油！加油！要 hold 住哦！再加油！慢跟着做，再加油！慢慢来，再跟着做，啊，加油！不用急，再加油！差一点，来，再一次，还用力来，用力来。
的比赛，成绩出炉了，知道，5-2，潘若迪老师获胜。恭喜潘若迪老师的奖学金。马上进入潘若迪老师之金库密码。金库密码派出的是紫妍，是。紫妍寄东西记性很好吗？还好。我很希望你今天可以拿走我们的另外的10,000元的奖学金。是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到现在，已经累计了186万，都没有人拿。所以的意思说，若开过一次而已嘛。哦，对，开过一次而已，对不对？希望你可以获得今天的奖金。OK， 好，深呼吸之后，金库密码要出题喽，加油！深呼吸，加油，放轻松。金库密码，请出题。金库密码。左五，左三，右一，左八，左四，右九，右二，请转身，计时1分钟，说出7组号码，计时开始。第一个号码五，左五，左五。第二个号码左八，左八，右一。啊！为什么左八又改成右八？为什么？你觉得是左八还是右八？左八。左八哦。左三。第二个号码是左八，第四个号码才是左八。那你记得最后一个吗？忘记了，7组号码不好记，不好记，不好记。不过你们也获得今天的10,000元奖学金，是，恭喜我们的潘若迪老师率领的潘若迪队，谢谢老师队给到了我们精美的奖品，谢谢两队还有潘若迪老师为我们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我们的节目表演，好不好？谢谢你们，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总动员。大家好，我是玩熊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赶快按下订阅键。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也可以看这里哦。